开箱，听友寄了一大堆的食物零食给我，开始吧。超大一下，我完全没有想到会这么大。好，你真的粘很紧。天哪，一打开就看到一枚。超多包的，然后还有巧克力脆片，也超多一美的东西耶。这个鹅拉筋，这个真的在这里没有，超特别，真好吃。口味的，超好吃的。孔雀饼干，这真的在这边也没有，真的是小时候很常吃。威力炸酱面，真的超好吃，这个。随时随地都好吃，但这边没有，这边的中超比较多卖那种，辛拉面啊，辣鸡面，或者是日式的，或者是一些中国的那种泡面，还有肉燥面呢，耶，超开心的。烤鸡肉燥面，还有这个科学面，真的是超好吃的，很久没吃了，从小时候8块钱一包吃到现在，耶！谢谢听友，超开心的。上面还写什么天蝎座哎。星座介绍，谢谢，开箱完毕。熟悉的小绿箱，谢谢听友，超开心的。那今天的开箱就到这里了，快速简洁的一个开箱。一枚小泡芙，耶、yeah! ！